15年前，一团天火从天而降，天火炙热无比，终年不息。10年前，观音菩萨找到我，要我在这里等中土大唐的和尚，保他西天取经。我的个娘嘞！侠女儿下凡了！你别以为你是女人，我就不打你啊！你把人推倒了，你就得负责。少爷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我。哎。敢问长老，圣教如何？方能断气？ 古人都说，他是灾星，会带来不好的事情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你要替他死！别成骗子！长老若肯成全，天地间再无朱刚烈这人。天不老，情难绝，心似双双往，终有千劫。